历代至上第28章。大卫召聚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和轮班服侍王的军长与千夫长、百夫长，掌管王和王子产业牲畜的，并太监以及大能的勇士，都到耶路撒冷来。大卫王就站起来说：我的弟兄，我的百姓呢？你们当听我言。我心里本想建造殿宇，安放耶和华的约柜，作为我神的脚凳。我已经预备建造的材料，只是神对我说：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，因你是战士，流了人的血。然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我父的全家拣选我做以色列的王，直到永远。因他拣选犹大为首领，在犹大支派中拣选我父家，在我父的众子里喜悦我，立我做以色列众人的王。耶和华赐我许多儿子，在我儿子中拣选所罗门做耶和华的国位，治理以色列人。耶和华对我说：你儿子所罗门必建造我的殿和院宇，因为我拣选他做我的子，我也必做他的父。他若恒久遵行我的诫命典章，如今日一样，我就必坚定他的国位，直到永远。现今在耶和华的会中，以色列众人眼前所说的，我们的神也听见了。你们应当寻求耶和华你们神的一切诫命，谨守遵行，如此你们可以承受这美地，遗留给你们的子孙，永远为业。我儿所罗门啊，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，诚心乐意地侍奉他，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，知道一切心思意念。你若寻求他，他必使你寻见；你若离弃他，他必永远丢弃你。你当谨慎，因耶和华拣选你建造殿宇作为圣所，你当刚强去行。大卫将殿的游廊、旁屋、府库、楼房、内殿和施恩所的样式指示他儿子所罗门，又将被灵感动所得的样式，就是耶和华神殿的院子、周围的房屋、殿的府库和圣物府库的一切样式都指示他，又指示他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与耶和华殿里各样的工作，并耶和华殿里一切器皿的样式，以及各样应用金器的分量和各样应用银器的分量，金灯台和金灯的分量，银灯台和银灯的分量，轻重各都合宜。陈设饼金桌子的分量，银桌子的分量，金金的肉叉子、盘子和爵的分量，各金碗与各银碗的分量，金金香坛的分量，并用金子做基路伯。基路伯张开翅膀，遮掩耶和华的约柜。大卫说：这一切工作的样式，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。大卫又对他儿子所罗门说：你当刚强壮胆去行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，因为耶和华神，就是我的神，与你同在。他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直到耶和华殿的工作都完毕了。有祭司和利未人的各班，为要办理神殿各样的事，又有灵巧的人在各样的工作上乐意帮助你，并有众首领和众民一心听从你的命令。